傅，你能看一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吗？我看看啊。啊。你几几年？06年的狗。06年的狗。还好，就是小的闪灵啊，很多在你脖子、哦、脖子上，嗯，对，嗯，脖子经常不舒服，还要咳嗽，嗯，对，而且非但脖子不舒服，而且还影响到你脊椎啊，脊柱，对，就是脖子后面，嗯，对，我上课的时候经常那个腰疼，哎，我跟你说了，你记住了，整个脊柱都有问题。好吧，就是那师傅我再问一下，我和我妈妈的冤结深吗？你属什么几几年的？06年的狗。你妈妈呢？几几年的蛇？1977的蛇。哈哈，你自己告诉我生冤结深不深好了，讨债呀、啊、真的。哦，你这个儿子怎么讨债、哦、哎。哦，明白了师傅。啊，稍微自己多念点姐姐咒吧。好了好了。嗯、好了好了。